内地顶流女演员刘亦菲今年凭住热播剧集新作《玫瑰的故事》再次成为了观众的宠儿。最近她就抽空去到海边度假，还分享了透视海滩造型，极罕咁露出内衬比基尼泳衣，低调咁派发性感福利啊！刘亦菲还在沙滩上面摆出美人鱼的坐姿 pose。个靓 pat 仲从裙装入面若隐若现，喺自拍相入面，刘亦菲嘅妆容都好淡雅，优雅咁展现仙气脱俗嘅面貌。